先买房还是先买车？如果你都没买的话，那我建议你去买一辆房车。什么是房车？房车就是 recreational vehicle， RV， 简称房车，也是北美家庭最受欢迎的这个旅行工具。房车有很多种类，比如说叫 motorhome， 就是那个带驱动的那种啊，还有一种呢是叫 trailer， 其实就是一个拖斗。motorhome 跟 trailer 不适合这个菜鸟玩家，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适合菜鸟玩家去玩的这个 RV 的 resort， 就是房车营地。大家请跟我一起来。这里呢只住一个 site， 就是像帐篷，有一块平的木板，然后帐篷搭在这儿。你看这下面就是这样的，还有个平台呢，这个就是一个 site。这边呢是 camping， 是小木屋，也是其中的一种。我们租的这个呢是，就是你自己开车过来，然后呢，它这个是固定在这边的。看底下是固定的，这个并不能移动，所以它给你搭了一个小台子。然后上来以后呢，有一个小的这个餐桌，还有两个这个休闲椅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有一个雨棚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去了，啊，到房间里头去。首先进来呢，这个开关都在门口这一块，但是啊，这个开关呢，它是一个总的开关，所以你要看看房间里头，你要单独开每一个灯呢，它这个灯的下面是有一个开关的，在这儿。进来客厅呢，这边是一个大的沙发，那么可以拉开做一个沙发床，上面还有一个吊扇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有电视机啊，还有个这个是应该是 DVD play。看地上有暖气的这个出风口啊，这里有两个很休闲的沙发凳，这边就是餐厅，这边像火车上的卡座。打开看一下啊，冰箱，小小的一个冰箱。看底下是冷藏，应该放点啤酒啊什么东西应该没问题。这边就是厨房，厨房呢有一个，这个应该是一个烤箱还是微波炉，有点像微波炉。应该是微波炉。然后上面居然有煤气灶，有一个小小的油烟机。Toast 可以早上烤点面包，咖啡机都有。然后居然刀也有，各种菜刀，牛排刀、面包的这个长条刀都有。打开看里面还有什么。哇塞，烤箱的这个纸也有啊，各种各样的锅，你可以煮一点面条啊什么东西。嘿，一应俱全。哇，炒锅也有，全了。这个抽屉都翻一下。哇，这里太全了，这个开瓶器，然后这个锅铲、打蛋器、夹子、点火的这个东西也有。好，潮了，太全了。哇，这个里头刀叉、勺子，就差筷子，基本上相当的全。然后厨房的这个抹布，看砧板也有，砧板这个设计的挺巧妙的，正好跟这个形状正好一样。这还有一个灯，
哇，上面还有酒杯，有盘子，有碗，啊，一应俱全。这里居然还有一个小吧台，还有一个小吧台，然后呢，还有两把吧凳。好，我们去看看房间里面有什么。这边就是一个房间，房间呢就是有一个这个 queen size， 这个貌似不大，但是应该挤一挤就凑合着还行啊。queen size 的这个床，但是啊，它不提供枕头，所以它床单也没有，枕头也没有，然后被套也没有。有一个可以透气的小天窗，啊，这样拧拧就开了。应该雨水不会打进来，但是你可以透气，上面有纱窗，这里有纱窗，每一个角落都有灯，有个小的洗水池，化妆台，这里有插座，看看有插座，啊，这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啊五斗柜，这个打开，瞧一瞧。啊，挂点衣服，挂点裤子倒是挺好。这个是个淋浴间，啊，门朝外开的，然后上面也有个天窗，啊，有个小小的淋浴，这个好像高度不是很高，啊，所以个子特别高的人可能要弯着腰了。这一块它提供有肥皂，啊，应该还有一些东西。啊，洗发水啊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啊，香铺，这个有洗发水。啊，护发素，哇，太全了。所以没想到这个阿卫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一些像酒店一样的东西。这个是 BBQ 的，应该是。大家看好。BBQ， 哇，煤气也有，太好了。BBQ 的炉子，它这个夹子也有，还有这个清洁的刷子。然后里面有两层，应该能烤不少东西。啊，有四个炉头，四个火，可以调节。啊，这还有一个小的灶台。哇。这里有一个 campfire， 有一个篝火，晚上呢你可以在这里烧一点篝火，买一点那个木材，刚才看到他们那个商店里有卖木材的，所以晚上可以在这里开一个小小的篝火晚会。今天呢因为赶时间，然后呢和朋友一起喝了点小酒，所以说呢这个拍出来摇摇晃晃的，也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作为 bonus， 我在后面和大家分享两个房车营地附近的两个景点，风景都非常的不错。好，请跟我一起来看 Bridal Falls 新娘瀑布，离我们的营地步行可达。这个瀑布啊，高达120多米，是加拿大第六高的瀑布。此处山间小道，古木参天，水花飞溅，凉风习习，是温哥华著名的避暑胜地。Chilliwack Lake 距温哥华200多公里，是一个深水的高山湖泊，湖水由山顶的积雪融汇而成。来 Chilliwack Lake 钓鱼、kayak 和这个摩托艇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，就静静的在湖边听听音乐，也可以洗涤烦恼，净化灵魂。好了，关于阿卫旅行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会把营地和公园的有关信息啊链接放在这个 YouTube 的描述栏里。最后呢，祝大家玩得开心，拜拜。